先卤后烤的大鹅蛋煎饼啊、哦！你看这个头老大了，给你对比一下，用小鸡蛋比一下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了。咱先来一口吧。这青老 Q 弹了。空口吃刚刚好，这个味道。看炸蛋黄，都赶上鸡蛋大了。这东西可老有营养了，你就吃去吧。这大个儿一顿吃一个就饱了，哇！这可太行了，太是那个了。我之前有一个同事，她怀孕的时候，她婆婆每天就给她吃一个这个大鹅蛋。